舒小姐，这么晚打扰你，真的不好意思。晚安。晚安。 熊英君，你会字？嗨，站板，俊就在厨房里吗？我不清楚您在说什么。阁下亲自来电，属下失职。不要说场面话。 情报泄露，战斗失令，我已经声部动气了。我现在要听进展。我现在正在全力调查。是不是那天参加会议的人众多，中午休息时候出入大门的一共有53人，我在逐个排查。需要一些时间。事情就交你去办。我不想再失望第三次。是，阁下，属下有一个想法。说。 既然共产党可以对我们进行渗透，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对共产党进行反渗透？你有思路吗？属下正在尝试。好，我同意你的计划，放手去做吧。你甚至不用每一件事情向我汇报，我已经调离满洲，没有多少精力去管和战略无关的事情。有事情，多向师传君请教。是，属下明白。 这个饼干你可以多吃点，不甜不会坏牙的，拿着吧，还不谢谢姨。谢谢姨，姨会化妆妆。好的。爱看书看报，先生看报啊。爱报纸杂志。<笑>你看看镜子，好看吗？好看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 前辈，哟，你怎么来了？您去哪里了？我等您很久了。一个应酬。邵一辉最近很不高兴，很不配合我们取证。您都已经知道了吧？
不用管他，他越怎么做就越可疑。中国话说得好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没有不漏水的网，继续查他。可是截止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进展，我们会不会用力用错方向了？你在怀疑谁？ 前辈，您可以说的。这没什么。真的吗，前辈？土肥原先生那儿，我们怎么解释？那是我的事情，请坐。啊，好。前辈，这份记录报告，你替我保管一下。 这份报告我会随时更新，至于什么时候启用，我会找人通知您的。哦，对了，麻烦你现在帮我写一个收条。哦，这个至于写个收条，您照做就好了。啊，前辈，差点忘了，还有件事情，希望您能帮帮我。你说，帮我去首饰店买一个戒指。 我这个人您知道的，在哈尔滨没有人缘，但是您不一样。日本人叫做左右逢源，您走到哪里都能打到折扣。戒指这个东西是很贵重的，您能不能帮帮我？好啊，没问题。怎么领回子的？ 当然，前辈，这件事情您暂时帮我保密一下，不要告诉李惠子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时间一长，没有过不下的夫妻，人嘛，都是会变的嘛。前辈，您说的对，您毕竟是过来人。好了，那我先告辞了。 老黄烟出来了，跟吗？不管他，上头只说滨州暗谷。土肥原那个老东西啊，真是多事儿。咱俩现在待在东京，多好啊！是啊，时代变了，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。 知道这个代表啥不？ 你就是这个，啊？ 孝天，你是瞎整什么呀？纹身呢？你不在里边，你也待过吗？知道是纹身。你纹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党旗。你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抗联共产党是吗？哎，你还别说，我本身就不是共产党。严肃点。
报告，我要入党。刚刚我要离开，现在要跟我说要入党，知道党是什么吗？差不多大概齐呗。告诉你，这个世界就是毁在差不多和大概齐上。过来，好好看，认真学，要保命啊！是。哎哎哎！我不识字啊，自个儿学。熊一军，还有15分钟，8点了，您该上班了。家里就没有一条红色的领带吗？我以为您不会喜欢红色，毕竟那是他们的颜色。熊一军，山田嫂，部长让你过去一下。好，知道了。哎呀，连轴转真要命啊！走吧，没写完呢，怎么走啊？那我可不等你了。哎，你也抽空回趟家呀。那我的男朋友可是会不高兴的。德文，山田桌上没来得及收起的文件夹引起了舒洁的注意，直觉告诉他，这或许是一份有用的情报。舒洁无法在如此短暂的瞬间记下不认识的德文，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。你怎么还没走？等你呀，净耽误我约会时间。Thank you.
你好，布尔什维克书记小姐。费小姐，你可真够不小心的，就算你不懂德语，也不该写在纸条上。其实舒小姐，我知道你很多事情知道的比你想象的多得多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命令你向我投降，做我一个人的俘虏。这个地方熟悉吗？老水夫妇是你的下线，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儿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把他们怎么了？如果你配合的话，我可以保证他们的安全。你看，我没有骗你。真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。这是你最喜欢的鞋子吗？嗯。把它给我穿上。小了两码。穿上它。不合脚。穿着穿着就合脚了。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
住碗面吃。我不会。你会。我从来不吃面。你会的。我真的不会。同样的话，不要让我重复第三遍，好吗？那小东西早就给你收拾好了。十五号那天，你也是靠这个拿到情报的吧？早知道不煮面条了，喝米汤多好呀。顺便看一下，舒小姐如何用米汤蜜写的？岁还是六岁，他的父母会因你没死吧？一个失去父母的小女孩会怎么活呢？会被冻死，还会被饿死，还会被穷心折磨收养，会卖给别人吗？卖给谁？卖给赌鬼、烟鬼，还是酒鬼？他们会打他吗？会逼他卖身吗？后悔埋到深渊里去，才会留名。我再教你一招。走。
要扎这里，还有这里，还有这里。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了，饿了吧？好吃吗？听不见。大点声。向你一个人投降是什么意思？我应该没有低估你的聪明。真有雅兴啊，安谷先生。我不想用对待男共产党的方式来对待一位美丽的女士。你不想回答的事情我一个字都不会问。你最害怕我做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做，这是绅士最起码的修养。我什么都不会说，尤其是你想知道的那些，哪怕死。太扫兴了。东北的夜晚为什么一直谈工作呢？舒小姐，穿上你的红色高跟鞋，陪我跳支舞吧。Thank you.
熊一军，昨晚一夜没回来，又加班呢。嗯，最近忙得很，连舒小姐都被警察局拉去帮忙了。这不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就请舒小姐吃个便饭。哇，那真还是不好意思了呢，舒小姐。舒小姐，吃饭。我老来你家蹭饭，真的是辛苦了。老邻居嘛，不用这么客气的。熊一军，待会儿还要上班吗？对，要去齐齐哈尔出差，跟舒小姐在一起。哦，那还真是辛苦呢。哦，对了，我给您买了一条新领带。有，稍等一下。红颜色的，你喜欢的。舒小姐，领带好不好看？领带好看吗？熊一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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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了，李惠子，人都到齐了，真好。李惠子，你这给我起来看，你干什么呢？给我起来看你。这话应该是我问您吧，熊一军，您想干什么？嗯？你知道什么了？我什么都知道了。你和你所有的一切，熊一军，那是什么？熊一军，我觉得舒小姐说得很对，您真的很有雅兴，你是不是想把当年在我身上做的事情在舒小姐身上重复一遍，对吗？舒小姐，你不知道当年我是怎么嫁给他的，你也不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死的，你更不知道我这么多年是怎么活过来的。熊一军，我从日本来满洲找你，就是想和你过一辈子的。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为什么？这不公平！我要找人评理。李惠子，你听我说，他已经不爱你了，他从来都没有爱过你，在他的眼里，我跟你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玩偶，都是活死人。求求你帮帮我，你帮我解开，我带你走，我带你找个平安的地方，我们离开这，离开这个禽兽，你快来帮帮我好吗？哎呀！
さんまで傷つけてしまった。本当に申し訳ないと思ってる。でもさ、男っていうのはさ、間違いを犯しても家を帰ればいいんだ。そしてお前は俺の唯一の妻だ。リエコ、本当に愛してる。别信他，他都是骗你的，千万不要相信他。烈哥，别信我嘛，信他可能有意义，别信。でもさ、お前にプレゼント用意した。来週の結婚記念日のプレゼントを用意した。それはベッドの中にあるからさ、小さい鍵にボックス入ってるから、お前見てきて。探してきてね。申し訳ないから。